现在的时间是6:48，杨海威在这儿为您服务现场直播电话乐透这个单元。首先我们来介绍两位从香港远道而来的特别来宾，他们一到国内呢，就首先在强棒出击和大家见面，那就是张国荣和伯安妮。两位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们两位最近这个一起兜风啊，这个有没有感情增进很多啊？什么感情，她是我的小师妹啊。对啊，听说你还帮她设计造型，是不是？这个她设计的你喜不喜欢？喜欢，不过今天不是，今天自己乱穿的是吧？对了，这个张国荣呢，去年在香港呢，这个连开了23场演唱会，听说今年呢更计划要开30场的跨年演唱会，哦，这实在是很大的壮举。什么时候在国内也开个演唱会啊？9月份。9月份，嗯，哦，我知道是等我们这个中华体育馆一修复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演唱会就是我们张国荣演看，第一档的表演、嗯，而且张国荣这个更计划自己当导演啊，对啊，祝你今年的顺利成功。好，好，现在就到我们最紧张的单元了，我们要请伯安妮抽出一位现场的幸运观众朋友，电视机前面的幸运观众朋友。好，我要在这提醒您呢，一拿起电话，请赶快说我看强棒，要不然就要丧失这个好机会喽。好，好。来看一下，这位是住在台北县瑞芳的一位林明珠，希望你在家。好，我们打打看电话。哎，等一下啊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们再拨一次。哦，电话号码拨错。林明珠小姐，通了没有？哎，通了。对不起，您这个电话号码拨错。哎呀，真打了半天才发现这位林明珠小姐呢，她的电话只有6码，她大概太紧张了吧，电话号码都写错了。我们再抽出一位观众朋友。好，你赶快看，这位是住在屏东的高秀娟，希望你在家。屏东区号码是08。现在呢，您可以得到很丰富的奖品啊，运动鞋还有手表。那么现在就要请张国荣来为你按一次乐透了。你紧不紧张啊？不紧张。不紧张啊？你对张国荣那么有信心？好，我们全省的观众朋友都为你加油。嘿，我们看看，哇，4500元！就我们节目游戏的规定是，你这个碰到奖金的话，你不满意还可以换。你有没有兴趣要换一下啊？不用了。不用了，4500元很满意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恭喜您啊，我会跟您联络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还有时间，我们要给现场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一个机会，我们请伯安妮再抽一位。哎呀，这个游戏太刺激了。来，我们看一看哪里啊？这是台北市，台北市一位杨昭荣，看起来好像是小朋友。你是叫阿荣啊？阿荣，你要啊？如果在通电话的时候要把。这也是荣字辈的，请说我看强棒。我看强棒。哎，好，恭喜您，你首先可以得到很丰富的奖品。现在张国荣又要为你按一次乐透了，你紧不紧张啊？紧张的都说不出话来了。我们看看，3500元，遇到奖金的话，您不满意还可以再换一次，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啊？换，决定换。那我们再为你加油一次，杨昭荣，哎，他蛮开心啊，不错不错，这是法国偶像级名表，你高不高兴啊？高兴，高兴。好，那我们恭喜您啊，我们会再跟您联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哎，今天这个连播2通电话，让两位观众朋友乐透了，我连我们都一起乐透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张国荣常到这个世界各地去旅行啊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到过那种这个南美洲啊，很神秘亚马逊河的流域。嗯，对对对，我是听过，可是还没有要去过。不过很多观众朋友都没有想到去这样的地方。今天晚上我们要播出新一季的《世界真奇妙》呢，里面就会介绍很多这个神秘的印加文化和他们的风光。哎，对了，明天的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，因为还有一位香港的朋友呢也要到我们节目当中来。对对对，那就是大家也非常喜爱的钟楚红。对，听说呢也是这个张国荣这个新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啊。明天呢我们来看看跟钟楚红呢聊些什么。明天同一时间请不要忘了收看我们强棒出击，再见。